怎么这么久？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马上就好了。你不要把手弄湿了。知道。肚子疼？没有。那你捂着肚子干嘛？没什么。来，我帮你系上。不用了，马上就睡觉了。这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听话。你干嘛？我帮你打个结实的。你系成这样，我脱的时候怎么解开啊？叫我，我打的结当然由我解开了。你现在要脱吗？你闭嘴。你的侧影配上月光，让我想起一首诗。什么？月色融融夜，花阴寂寂春。如何临浩破，不见月中人。你堂堂一个青年，一生居然还背过《西厢记》。我还背过别的呢。说来听听。解五幺之。啊！停停停！我不想听了。因此厌去。好了，干了，可以睡。那你睡哪儿啊？我睡客厅吧。有客房，睡客房吧。我怕晚上你有动静听不见，你别管我。上次就是我睡卧室，你睡客厅。那希望以后不是。又来，你快出去！哎、你一个人能行吗？行行行，出去。我可以进来吗？
门没锁。疼得厉害吧？有一点。石膏没问题，疼也是正常情况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算了一下，这个点药效应该过了。实在疼的话，再吃一片吧。我去倒水。水有点烫，稍等一下。好。有没有人说过你很老派？那是好还是不好？没有什么好不好的，就是有时候感觉会有一种时空穿梭的错觉。以前也有人为你做过这些吗？嗯。我爸。那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心理学推论？就是如果你跟你父亲关系比较融洽的话，你会按照他的模板去找伴侣。你是挺像他的。快把药吃了吧，都快被你捏化了。你骨折的事不打算追究了吗？这种事情呢，很难认定责任动机，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，扯不清楚的，到最后都是狗咬狗一嘴毛，算了吧。你手怎么了？烫了一下，没事。怎么会烫的？擦药了吗？我下午听说你受伤了，吓了我一跳。给你打石膏的时候，我居然还紧张。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。从容。其实上次撞到这里的时候也是，我心里很慌。这里吗？我发现我跟你在一起以后，变得越来越胆小。我现在找到我一生的挚爱了，只希望他无伤无病。无罪。